啊，全力游伦敦。啊，无疑哦，伦敦的气候哦，咱料想袂到摄氏十度，其实啊，寒风透骨，啊，大家啊去穿些蓬西衫，买蓬西衫啊来穿。这款在咱台湾绝对想袂到。啊，即摆来荷兰车，爱车虽然哦，大家都穿啊真高，无像伦敦遐个冷，但是我伫海边，啊，这海风啊相当我那真透。因为这我伫海边，即带树木花草啊比较的较袂凄脆，较圆。来到这，大家安那翕一相做纪念。世人会当过来这荷兰啊，踏入这荷兰的这些地，这是有限的机会。头前看迄个是游览船。伊遮有设置游览船，了游客游在海面。外国人、法兰东洋人，伊有些可能安尼趣味趣味款，点啊咧微微啊笑。啊，这就是伊遐个摊贩，伊个摊贩啊用种车，啊内底也过咧卖冰淇淋、卖糖啊，啊看按来做生意，啊看甲按食逍遥。这听讲是讲较早有一只办公厅，即马无咧用了。你看这建筑物，这门面顶，或者或者欧洲的风格，会使种种会使艺术表现，或者啊装修啊，装得真趣味。照阳光一些设备，啊，那用的是就咱这椅啊，啊，日头花啊望照，边啊种一挂花草，啊来安尼，添加着这景色，就是这欧洲的风格。因遮大部分甲看是拢木造的房屋较侪，哦，这就是在咧讲，迄十八是，迄鸟。不是海鸟，也不是乌鸦，啊，讲全国普遍真多，德国讲也真多，德国的囡仔都是真无暇无趣，伊安尼有当去爬爬山、爬街，啊，食个真趣味。这是学校可能老师带来只玩具一群的儿童，这教一堆，啊，那个叶叶，这水草不滴去打，啊，我是咧讲。家要拿来种花的笋，啊！你种来要种，我这种拢是额外，拢是额外，好够看地点的过来搞。民族文化村看山，即马来到这就是运河，即马要来坐船，要来游运河。大家哦，李锡川先生不假。无机会通介绍。啊，这游松的先生，坐这船来游运河，可能一点一头钟。这运河
拢真多的。听讲啊，这运河安尼，这全市内底几落百条，而且做规路运输重要的水路。看什么？大家慢慢坐这船，来看这两岸的这风景，看一下建筑物。都因为这些形体，都因为这些表现。什么？就咱今仔日这天讲是讲顺好，而且面顶也有天门牌，人挂在面顶在生活。
这啊，水鸭，野生的水鸭，啊，这随时都得。啊，这位就是给咱介绍的廖廖千花小姐，看我目镜，好酒品这位。And also the famous and the country city here. The boy who went to hide his friends for apartments here the last time. And so you can only call them and also get to the region for them. They don't call them for the security or the premier family of the calendar. So see you in the soon.就是即马船来到遮，就是阿姆斯河的。